玄彬和孙艺珍的世纪婚礼虽然已经在31号完美落幕，但这几天粉丝依旧是沉浸在两人的幸福爱情之下，有越来越多当天的超甜影片流出。너무감사한우리학인여러분들에게고마운마음을담아서음악에몸을맡기겠습니다야그렇죠자이모습이너무나사랑스러운현빈씨이제신부에게다가가서뜨거운입맞춤으로마무리하겠습니다深情亲亲，加上先前被曝光的念誓词环节，孙艺珍穿着白纱甜蜜呼唤老公玄彬亲爱的，像是带大家重回爱的迫降现场，完全浪漫到不行。而两人为了这场婚礼更是砸下重本，除了餐点使用最高级的食材之外，还租下了饭店一天的室外场地，以及动用数十名保镖站岗。不仅如此，他们还替每位宾客准备了超豪华伴手礼，有两人各自代言的香水组和美容仪，以及他们亲自购买的法国顶级水晶品牌圆形透明酒杯礼盒，一组在官网要价近万元台币，200位宾客至少要花费200多万元，整场婚礼加起来保守估计就砸了525万台币，豪华程度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啊！